以前都团体战，对，所以我不会让你，你不会让我，不会让你，你先把你自己长高。我已经累了，我已经讲话，你不要再相信我，不要相信我。而且刚刚他还跟肥琪说，他就说，哎、欸，我会分你哦、喔。对啊，篮球队友。他说我会分你，然后我站在中间，想说分什么东西？他怎么会赢一样？小心啊，我拿到会分他。大家请先看好他这个唱出的嘴脸，好不好？拿到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第一场呢，是先来比智力、哦。对，大家都说啦啦队是花瓶，你们好，你们记得这一集要把它返回来，好不好？不要让人家觉得啦啦队是花瓶，必须。哎、欸，那个我们没有打好，也是节目效果。对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真的棒！效果你们做，奖金我拿。好，我们来入座，进行我们的智力 PK。耶！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到底是有多看字字啊，你这个文盲。第一题国文题，请用要是点点点就点点点造句。翻版。要是天气好就可以去海边玩了，要是我没有事就是乐天女孩子了。要是乐天总冠军，思雅就会加入乐天。要是吃太多就会变太肥。要是我有180就去篮球队。要是明天没下雨，我们就去看球赛。耶！数学题。数学题，OK，完蛋了，数学。一包巧克力有8颗，桌上有5包吃完的巧克力，请问巧克力一共有几颗呢？啊？一起翻版。来，我们公布正确解答。八颗，为什么？一包巧克力有8颗，然后嘞？刚才没问是，吃完直接吃完直接。哎、欸，你是国小肄业吗？那接下来英文题。好猛！哎呀，第一题写出星期三的英文单词。3、2、1，翻版。我就拼错了。正确解答是。耶！我还出国游学过。哇！下一个社会题，第一题，下台湾的就地分别是欠债。我不知道，我帮你们查一下。要不要查一个香港的？你这样子我怎么回？对啊，我怎么答这个问题？罗马兰好像是一个酒。还是一个，是一个交通工具。对对，交通工具。交通工具。你不要讲话好了，我怕你这一集播出会掉很多粉。公路。我们先看一下粉。你不是刚好是一个交通工具？对啊，我以为你会答这个。是嘉义吗？嘉义。回合考的是生活常识题，因为刚刚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借口说我们离国小太远了，忘记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，说不定他在生活是生活之外，他才刚去留学回来。对啊 ，Wednesday 也拼错了。啊，我就是非常随性，我想说懂就懂，不懂就算了。这回合你要开始冲刺了吗？冲刺，冲刺，好，生活之为我加油。台湾的主力发电是以何种方式为主？用爱发电。B 水力 ，C 用爱发电 ，D 核能发电。用爱发电，火力是不是？是烧炭那种。烧炭。烧煤炭那种吗？是烧东西，烧东西。对对对。翻版。A D。好，公布。正确的答案是解答。就是指我们那些垃圾焚化炉。为什么？对。
是什么呢？身材，这个我知道。抗衰老，这个老女人都知道。的话一定跟抗衰老有关的。你才不是，李毅都跟我推荐抗衰老的乳霜哦。啊，你是在误导我？没有没有。我跟他一样哎，希望可以答对。因为我以为以萱姐在骗我们。我曾经接触到那些保养品都说什么六生菜啊，抗衰老。哦。哎，李毅真的有推荐给我。应该是 B 吧？拜托，是 B 吗？新台币200元钞票上的人物是下列的 ：A. 李白 ，B. 蒋介石 ，C. 蒋经国 ，D. 郑成功。为什么李白？谁啊？这我不知道。200元是 C 是谁？蒋介石是爸爸，蒋经国是儿子。哦，你就猜是爸爸那个儿子。钱的话一定是 Sugar Daddy， 一定是爸爸。Sugar Daddy， 对，一定是爸爸。